稳，熊稳！决赛开始！哼，让你们见识一下！花里胡哨，看我的嘟嘟球！高科技足球赛！龙门居然变小了！牛啊！没想到熊稳选手居然以这种方式进球了！变身术，战神之翼，变形球抽射！大意了，没想到你也有超能力！为什么会这样？球场上到处都装了我的科技陷阱，看你们怎么动！啊，到处都是陷阱，你不是也不能动了吗？这些陷阱位置都在我脑子里。我怎么不怕？他真的是在以身试险给我们看呀！两分而已，可恶呀，居然连足球都敢装了。轮到我发起进攻了，大家一起守住，必杀超智能球。我们这么多人堵住龙门，不可能。抱歉，你们的龙门也给我的科技改造过了。你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一球了结你们。别太小看我们十二星狗了，我是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的。机械花天手，对不起，这场比赛我要赢。输的人总是我，下次我要带更高级的外星人和你们去。我宣布，超能足球杯的冠军是星狗队。外星人来了也无所谓，我们会出手。